疫情下勤洗手同用酒精搓手液，容易洗出主副手。好痕痕到，即係覺得有啲，因為佢甩緊皮，咁佢又揩到啲皮啊，咁樣就又刮下磨下咧，又好痕。嚴重嘅時候咧，可能會有蜕皮啊，有啲紅疹啊，再嚴重啲咧，會凹到損咗同埋發炎噶啦。用類固醇或者抗生素藥膏，注意護理，有助舒緩皮膚不適。亦有中醫教你用藥材外洗，對付主副手。仲有自費醫療頭版，疫情嚴峻，死亡個案點解主要係老人家同長期病患者？咩人會建議去做檢測呢？即刻開始自費男女。新型肺炎第三波嘅疫情来势汹汹，确诊个案几乎每日都过百宗，而死亡数字不断增加。年纪大、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嘅人就更加高危。一旦受感染，病情比一般人更加严重。年齡咧，即係特別係大於五至六十歲以上嘅一啲群組，同埋有一啲慢性疾病咧，其實佢嗰個死亡率係大幅咁樣即係增加咗。即係如果佢哋同一啲比較年紀輕啲或者係冇任何疾病嘅一啲人士比較下，咁呢個有好多嘅原因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好多啲人士年紀大啲或者有慢性疾病咧，嗰個抵抗力係低一啲嘅。其實我哋呢個病咧，除咗係受到呢個病毒感染，個病毒複製喺身體上面造成直接嘅影響之外咧，咁好多時候當個免疫系統唔係咁健全啦，或者佢嗰個協調出咗啲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去到個疾病嘅較後期咧，好多時候係正正就係啲免疫反應嘅一啲唔協調啊，或者係過度嘅免疫反應咧，對身體造成傷害。個免疫系統咧喺呢個疾病控制係非常之關鍵，或者調翻轉嚟講，個免疫系統控制得唔好嘅時候咧，可能反而會令到嗰個疾病嗰個出現問題嚇。咁所以就點解呢啲人士嗰個死亡率比較係高啲？所以老人家同長期病患者就要特別小心啦，注意日常生活習慣，增強免疫力，減低感染機會。首先咧就係保持一個良好嘅飲食習慣啦，同埋作息定時啦，因為咁樣做咧令到個自己嘅抵抗力係會好啲嘅，咁啊對付任何嘅一啲病原體嘅能力都會高啲。咁其次就係如果咧係一個有慢性疾病嘅一個人士咧，咁你嗰啲慢性疾病咧就希望就可以控制得好啲啦。舉例譬如話血壓可以控制得一個比較理想嘅水平啦，咁而糖尿病係特別係受關注，因為控制得唔好嘅糖尿病咧，其實係好明顯會影響個抵抗力係會下降咗噶嘛。咁只要你嗰個血糖咧係控制一個理想嘅水平咧，其實嗰個抵抗力咧就會同一個同年紀嘅人係差唔多嘅啫。另外，一啲重災區，例如係慈雲山或者食肆等等，都優先派發檢測樣本瓶。邊啲人應該優先做檢驗呢？第一，我哋要檢測一定係首先有一個上呼吸道或者下呼吸道嘅一個病徵病狀先啦，即係好似我哋啱啱提過嗰啲啦，即係譬如話咳嗽啊、疲倦啊、發燒啦，當然就係一定要去早少少去檢測睇醫生啦。咁其餘一啲，譬如話我哋講緊係一啲密切接觸者啦，咁密切接觸者就即是話真係同一個確診個案係有一個面對面嘅接觸近距離㗎啦。譬如如果你係住喺真係同一個大廈，甚至同一層嘅，或者係好多共用嘅設施啦，真係譬如同一個升降機大堂嘅，或者甚至同一個升降機嘅，咁有機會有一啲所謂間接嘅接觸傳播咧，咁都係考慮早少少做測試啦。如果同確診者同住，就屬於密切接觸者，會被安排檢疫。不過兩者喺等候送院或者檢疫期間，都有唔少地方要注意噶。確診者咧最好咧就單獨咁樣去生活啦，起居飲食都係特別話，譬如話去洗手間一啲會常常被接觸嘅一啲位置，洗手間啦、廁所馬桶附近嘅位置啦、洗手嗰個水龍頭啦、咁門柄啦嚇，咁或者係一啲台面啊，講緊譬如話一啲凳嘅一啲凳 pan 啊。有啲家屋企咧，有啲人用一啲譬如暖水壺啊，嗰啲電水壺嗰啲禁制嗰啲地方啊，咁都要做翻個清潔。因為我哋知道病毒咧喺一啲平滑啊、光滑或者嘅表面咧逗留嘅時間，即係傳播時間會耐啲嘅啦。咁所以特別係要留意翻呢啲地方。
嗱，喺疫情之下，大家勤洗手、勤清潔，防疫意識就非常之好啦。嗱，不過要小心，洗得手多又缺乏護理嘅話，有機會演變成主婦手。除咗乾燥甩皮，仲可能會生紅疹、滲脓、又痕又痛添㗎。跟住落嚟進入今集嘅主題，教你點樣預防主婦手。首先俾兩個情景題大家估下先。呢一個洗手動作，一日都做十幾廿次㗎啦。咁點解咁高危，容易造成主婦手呢？佢呢個行為咧，就當然咧多啲機會有主婦手啦。但佢抗疫意識咧就真係優良啦，不停咁洗手，掂到每一樣都洗手。咁但係就留意翻落，佢成日洗手又缺乏護膚咧，咁啊大件事噶啦。可能咧就冇呢個新冠狀肺炎，冇其他病毒。但係個問題咧，因為佢長期咧處於洗手嘅狀態，咁個皮膚保護膜咧就自然受損啦。咁咧就有機會咧令到個皮膚咧更加容易咧敏感，同埋有呢個主婦手同埋濕疹嘅情況出現噶。氣息漂白水清潔又有咩做得唔啱呢？嗱，呢個動作咧當然咧都有效抗疫啦。佢用咗氣息嘅漂白水，咁但係留意佢咁樣日日去抗疫法咧，佢嘅手咧就頂唔順噶啦。咁咧就會咧個皮膚保護膜咧就因為呢啲漂白水咧，就算氣息咗咧，久而久之咧都會受損。咁咧繼而咧佢會有呢個皮膚過敏啦，同埋呢個手部濕疹。咁所以如果真係咧要接觸氣息漂白水咧，就算係好少次數咧，都係因為佢會有積聚嘅損害。咁都係基本上咧，次次都係最好咧，都係戴翻手套咧為之安全嘅。唔好以為主婦手係女士先至有，好似阿 Jack 咁，喺二月疫情爆發嘅初期，就因為頻密消毒殺菌，最終殺出主婦手啦。初頭咧就二月嘅時候開始有甩皮啦，咁慢慢咧就越甩越大啦。咁初頭係手指尾咁樣，之後慢慢擴展啦，跟住然之後左手都有埋咯。嗰陣時係用酒精用得好多嘅，嗰陣時買咗成大支酒精咧，係咁擦嗰啲電話啊、擦燈啊、擦呢個電腦啊，即係總之特別 keyboard 啊、滑鼠嗰啲係咁就擦嘅，跟住台又擦啦，咁又本身又洗下碗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啦，咁就變咗咁，有啲濕疹，好痕痕到，即係覺得有啲，因為佢甩緊皮啊，咁佢又。揩到啲皮啊，咁樣就又刮下磨下咧，又好痕。特別捽毛巾嘅時候咧，會覺得好痕，因為都係呢啲位咧要出力，咁所以就會覺得好痕啦，好唔想繼續擰啊。但係擰唔乾又要擰啊，咁所以就係都幾煩擾。最困擾阿 Jack 嘅係，當用電腦打字嘅時候，雙手都會覺得又痕又痛，而且亦都會因為太痕而瞓唔到覺。最嚴重係即係呢度都紅埋咯，跟住成個呢度紅曬，瞓覺又瞓唔到啦，同埋係睇住佢出呢啲水喺度，即係少少滴喺度咁樣，咁所以就覺得好唔舒服，好唔自在。本身酒精係刺激嘅啦，另外咧佢都會令到咧個皮膚嘅保護膜受損。咁皮膚保護膜受損嘅時候咧，當然咧皮膚嘅鎖出嚟就會差咗啦，敏感嘅情況咧容易又會大咗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有啲人用咗酒精搓上嘅時候咧，感覺就好似好涼快，但係之後覺得咧好似好掹掹緊咧，其實就代表咧其實個皮膚咧已經乾咗啦。醫生講嘅皮膚保護膜係指皮膚表面嘅一層皮脂膜，佢係負責保護皮膚嘅屏障，防止細菌入侵。並且幫助皮膚保持柔軟同埋滋潤。不過，當雙手成日濕水，長期接觸番鹼、洗衣粉、消毒劑、酒精等嘅化學物品，皮膚表層會失去油脂保護，令到水分流失而變得乾燥，對外來刺激物嘅抵抗力會變弱，而出現俗稱主婦手嘅接觸性皮膚炎，屬於手部濕疹嘅一種。主婦手其實最主要嚟講咧，佢最初是一個單邊先嘅，未必一定係雙邊嘅，可能局部位置有先嘅，係啦。咁你好似見到咧，佢咧開始皮膚變得乾燥啦，某啲局部嘅位置上咧，你會見到咧開始有啲皮屑嘅情況出現嘅，佢未必或者好痕，就覺得好乾、好掹掹緊嘅啫。喺手上邊啦，佢會有痕癢嘅紅疹，最初皮膚變得乾燥、粗糙先嘅，繼而會有啲紅疹嘅出現。咁啲紅疹又見到咧，話用成丘疹啦，嚴重咧佢可能發咗炎嘅時候咧，有機會咧滲瘤啦，再犀利啲咧可能裂開咗，同埋咧會直喐都喐唔到，好痛嘅。同埋嚴重嘅時候咧，可能會有蜕皮啊，有啲紅疹啊，再嚴重啲咧會凹到損咗同埋發炎噶啦。而
而主副手和一般濕疹最大的分別就是成因和發病的位置。咁濕疹咧都好多種啦，有啲咧就係一開始家族遺傳嘅，咁可能爹哋或者媽咪都有嘅，咁佢就叫濕疹啦。皮膚過敏一個慢性嘅皮膚病，咁佢通常咧由五歲之前已經有噶啦，全身都會有嘅。咁啊，最常見可以喺面有啦、身啦、手腳都有。咁但係手部濕疹有啲唔同喎，手部濕疹咧就冇遺傳性嘅，其實幾多歲開始都有嘅，唔係一開始就有嘅。一個叫接觸性的皮膚炎，咁佢好簡單嘅啫，通常接觸到刺激性物品啦，咁都容易有呢個手部嘅濕疹問題嘅。除咗家庭主婦、建築工人、清潔工人、廚師、髮型師、醫護人員等等，成日要濕水同埋電化學劑嘅人，都係主婦手嘅常客嚟噶。如果主婦手持續惡化，出現紅腫、發炎，醫生一般會處方外用的藥物治療。如果它有些損口、有啲胚口發咗炎嘅時候，一般我哋建議用一啲抗生素嘅藥膏咧，擦咗都會有機會去改善嘅。咁抗生素藥膏嚟講一般建議每一日可能用兩次啦。咁擦咗之後薄薄地其實有消炎，令到佢減少個傷口龜裂嘅作用嘅。咁如果有陣時候啲皮膚真係太痕啦、太敏感嘅時候我哋會處方一啲類固醇嘅藥膏。咁手部咧，當然因為佢皮膚係最厚嘅地方啦，手板、腳板，咁相對嚟講皮膚變薄嘅機會或者類固醇有嘅副作用風險咧係較低。咁但係都同樣地啦，我哋都建議佢都係咧冇事，都係唔好搽嘅。咁一般嚟講，你搽咗幾天啦，或者之後開始好轉就唔使搽啦。若果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就可能會處方埋口服嘅抗敏感藥。我哋會處方啲叫抗組織胺藥。抗組織胺藥最主要嚟講都係能夠令到個皮膚冇咁痕癢啦，達到一個止痕嘅效果。傳統嘅抗組織胺藥一般都有睡意嘅，而家啲抗組織胺藥可以一日一次啦，同埋冇睡意噶啦。不過輕微嘅主婦手一般都唔需要睇醫生噶，只要遠離刺激物，譬如係戴翻對手套先至接觸化學品，又或者做好護膚，都可以有效舒緩主婦手噶。要预防主妇手有咩护理贴士呢？哪类体质的人士容易啲患主妇手？中医外洗方又怎样舒缓炎症呢？下一节话你知。Kingsley， 我呢排洗手洗到对手又干又鞋啦，会唔会演变做主妇手噶？梗系有机会啦，虽然我知道你冇时间煮嘢食啦，但系只要你咁样洗法其实油脂保护膜慢慢会受损，皮肤会越洗每一次咧，个膜都越嚟越干先。其实嗰啲干代表皮肤已经变得干燥，如果再咁洗法一定会变成个主妇手或者手部湿疹噶。咁我哋应该用酒精搓手液多啲啊，定系用碱液洗手会好啲咧？其實兩者都是有效對付抗疫的，酒精搓手又好，其實洗手也好，但是對於雙手來說當然是酒精搓手對皮膚的傷害會大一點，因為始終酒精的皮脂保護膜容易受損。如果你當然又有水又有酒精搓手，我就建議用洗手的方法就的而且確對手沒有傷害得那麼大一點，因為始終用簡易的時候接觸和刺激方面少一點，但是去到特別的地方，可能去室外的地方你找不到水源就沒辦法了，都是要用酒精搓手液了。消毒之後其實可不可以搽 hand cream 的呢？很多人想著消毒完之後搽一些保濕的東西去未必有消毒的效果，那就不對了。最重要消毒完之後其實基本上已經達到這個殺菌的效果了，你再搽一些東西上去，其實最重要搽的潤膚膏是不是說有過了期或者有細菌的東西，其實基本上都不會有增加菌的。但是現在疫情底下沒可能不洗手的嘛，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去預防患上主婦手呢？你說得對，現在疫情當道當然是不停要就需要都要洗手的，但如果疫情當道怎麼辦呢？洗手當然要重要，但是你都可以潤膚都擦多幾次嘛，平時可能你一晚擦一兩次，你見到隻手真的乾真的時候橫掂味都出得街了，咁嗰晚擦多幾次咯，你可以密到五分鐘、十分鐘擦一次潤膚都得嘅，最緊要每一次薄薄地咁擦落上去咁就保濕嘅效果噶啦。Jack 二月嘅時候患上主婦手，就去睇醫生擦藥膏，皮膚稍為有改善，不過去到六月份疫情再次爆得好犀利。消毒清洁物阻令 Jack 的主妇手复发。
係啊，睇睇你個濕疹嘢點樣先。係啊，都係依、這個左邊比右邊嚴重啲啦。而家睇落都好啲，冇咁痕癢咯喎。有冇影響你嘅生活啊？而家個濕疹嗰度有啊，打字嘅時候咧覺得好乾啦，有啲唔舒服啦，同埋有啲痕啊。你最近好痕，好痕，好唔舒服。咁我同你檢查清楚先。嗱，不如開開盞燈照一照啦，都見到啊，比較咧依邊左邊就比較犀利啲。係啦，咁啊右邊都有嘅，不過相對嚟講咧就冇咁嚴重咯。嗱，我哋試下咧望真啲入去先。嗱，我見到咧依度咧都比較咧睇落去咧都你望一望落去咧都會紅啲啦，同埋有陣時咧有機會水滋嘅。咁依個位我哋希望咧你就再搽多啲潤膚膏。你而家咧用藥嗰度搽潤膚膏搽得多唔多㗎？一覺得乾咧就即刻搽啦，喺公司都買咗一支。嗯，咁你好好喎做得。咁另外方面咧，你藥膏咧其實咧可以定時搽一搽佢，咁啊搽翻少少。類固醇的藥膏啊，咁啊同埋啲抗生素藥膏咁就會好好多噶啦。咁記得每一次薄薄地搽啦，咁咧就會有進步咯。Jack 皮膚不適情況而家已經好咗好多啦，不過要跟自主副手，佢仲需要改一改生活習慣。最初嘅時候咧就咁倒洗潔精，跟住之後咧就揾手直接去捽嗰啲碟啊，揾嗰啲百潔布去抹啦。跟住後屘就覺得有少少痕啊，咁所以咧就聽屋企人講啦，咁咧就戴翻個手套咁樣抹嘅。首先就即係搽多好多又搽翻啲潤手霜啦，跟住少啲，盡量克制自己少啲用酒精啦。雖然我硬係覺得唔用酒精去抹嗰啲手機會好唔安全啊，好驚有嗰啲菌啊，即係可能揾啲棉花棒幫手，即係唔好盡量掂酒精啦。可能都要幫叫屋企人幫手洗下碗啊，或者換多啲手套啦。主婦手嘅患者一般嚟講，我哋建議佢咧要經常搽大量搽經好多次嘅潤膚膏。咁但係都要留意翻咧，潤膚膏咧一定揀翻啱嘅潤膚膏。譬如佢本身嚟講，可能啲香料嘅成分好得，可能想加啲啊薰衣草啊，或者啲嘢諗落去咧香啲，可以搽嘅時候舒服啲。咁但係留意一下咧，因為佢有主婦手嘅時候咧，可能對啲香料有敏感。咁但係陣時某啲防腐劑咧，其實的而且確係容易啲致敏嘅。咁所以如果你揀嘅時候咧，可能有一啲例如嗰啲 paraben 啊，咁或者個 MIT 啊，裏邊嘅成分嗰啲就要小心啲啦。而揀潤膚膏唔係越潔身越好㗎，搽嘅時候亦應該薄薄地咁搽，保濕效果先係最好。佢有冇效咧？對呢個保濕咧，好視乎佢本身咧，唔係個質地，係裏邊嘅成分嘅啫。咁所以有啲人就諗住我潔塌塌咧，一定保水好啲嘅，就唔啱噶啦。咁所以睇翻咧，佢本身嘅保水分子係咩啦？佢嘅濃度係點樣啦？你一次就一撇嘢咧，不單止未必保到濕啦，反而因為你太厚咧，就阻塞咗毛孔。有啲人咧搽啲潤膚擦太厚咧，反而引致咧油脂分泌旺盛啦，繼而有啲毛囊炎啦，或者咧有啲暗瘡嘅滋生嘅。其實保濕的時間都很重要的，其實都應該盡量掌握的。咁又喺很多啲醫學研究或者美國皮膚學會都有建議啦。其實每一次沖完涼、洗完手之後五分鐘內其實如果能夠即刻搽啲潤膚膏或者保濕產品咧，個保濕效能就最好的。要接觸化學劑，就記住要先戴翻對手套。不過都要留意自己皮膚會唔會對膠質過敏。嗱，主婦手咧，其實咧話明係主婦手咧，其實佢對好多類型嘅手套咧都有機會敏感，咁所以你戴手套嘅時候都要小心啲。咁咧就第一樣嘢咧就要睇一睇翻戴完手套之後咧有冇好痕癢嘅感覺，因為戴完之後你發覺哇好痕好盛嘅時候咧，一除出嚟發覺咧啱啱嗰個紅疹嘅地方就係個手套包住嘅地方，啱啱有條直線嘅話咧，就可能對嗰種手套有敏感啦。咁你可能對佢嗰隻膠質有敏感啦，或者去對嗰個顏料有敏感都得嘅。咁可能就要避一避啦。咁如果嚴重嚟講，有啲人甚至咧著個隔棉先再戴啲膠手套嘅。喺中醫角度，一啲唔健康嘅飲食習慣會造成濕熱體質，就比較容易患上主婦手。在中醫角度嚟講咧，主婦手咧同一個患者本身嘅濕熱有關啦，然之後佢再即係受一啲外物嘅刺激嚇，令到身體裏邊嘅濕啦、熱啦，或者係瘀咧係加重啦，然之後就會發喺雙手度咧，就係形成主婦手嘅問題。咁喺濕上邊咧，我哋中醫角度咧就係同肺啦、脾啦、腎呢三個臟腑咧係最相關。咁啊，尤其係香港人咧，好多時候咧中意飲一啲凍嘢啦、生冷嘢啦，或者係濃味嘅食物啦。
中食朱古力啊、甜嘢等等咧，其實都會令到身體個脾胃個消化系統差咗啦。於是咧就脾虛導致痰濕內混。如果呢個時候尤其係天氣熱嘅時候咧，可能係濕熱嘅情況加劇咗之後咧，就會特別容易發為呢個主婦手嘅。咁當然啦，如果佢日常生活裏邊成日都接觸咗一啲化學物或者刺激物品嘅話咧，佢就更加容易有主婦手嘅形成啦。不同症型的主婦手患者表現出來的症狀都有些不同。夏天最常見是見到痰濕型或者是濕熱型的患者，但也有一些就是當那個主婦手很久之後，我們會轉變為還兼夾有血虛風燥這種表現的。痰濕型的他會皮膚會容易有水泡水珠仔這樣，皮膚是少少淡紅色、粉紅色啲，佢嘅痕癢咧都會係有一定嘅，但係唔及我哋講嘅濕熱型咁犀利。濕熱型咧，佢個皮膚會好紅啦、好興啦，痕癢會比較劇烈啦，有時甚至係夜晚痕到瞓唔著覺啦。第三種是血虛風燥型啦，咁由於佢嗰、那個即係主婦手比較耐啲啦，咁啊中醫講咧佢啲熱性咧就傷陰啦、化燥啦，令到皮膚咧有一啲乾燥啦。會容易爆啦，皮膚爆裂啦，出血嘅情形嘅。因為主婦手屬於接觸性皮膚炎，首先要避免接觸刺激物，再處方內服藥調理。咁呢幅相就會俾你睇到啦。如果接觸性皮膚炎，這個你好明顯見到係一隻手指上邊應該個戒指控啦，咁就係呢個患者咧對戒指裏邊啲金屬過敏嘅。咁如果有即係咁明確嘅表現，咁我哋當然知道咧，即刻攞走隻戒指，咁隔一陣可能食一啲藥啊。針對比較常見嘅濕熱型主婦手，中醫會處方清熱去濕嘅中藥，譬如係黃岑、黃連、苦參，又或者驅風止痕嘅藥材，例如係八閃皮、地夫子等等。再配合外洗方，減低皮膚炎症同痕癢不適。咁材料咧就有黃柏啦、黃岑啦、苦參啦，同埋地夫子。咁呢幾樣材料咧都有一個可以清熱啦、解毒啦、去濕啦同埋止癢嘅作用嘅。咁我哋可以將所有材料咧煮咗之後咧，我哋就過濾咗，將啲藥汁咧可以用紗布啦，係外敷喺患處啦，或者係直接浸入去嘅。咁一般如果我哋有主婦手啦，比較紅啲、痕啲、有水泡嘅時候都啱用嘅。咁我哋可以每晚咧就係洗乾淨手之後咧，都用呢個藥水咧係浸10至15分鐘啦。浸完之後咧，可以唔需要用清水洗，直接敷上一啲潤啲嘅保濕嘅cream。而以下呢一款保健湯水，一個禮拜飲2至3次，亦都可以改善濕熱體質引起嘅主婦手。不過孕婦、月經期間、脾虛嘅人士就唔太適合啦。咁材料就有土茯苓啦、赤小豆啦、山薏米啦，同埋白扁豆。咁呢幾樣中藥咧都有個清熱啦、去濕啦、解毒嘅作用。咁如果屬於濕熱型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嘅皮膚可能有啲水泡啦、潮紅啦，另外平時個人怕熱啲啦、嚇敏感啲啦、煩躁啲，容易有便秘傾向，屬於濕熱體質嘅咧，就可以試下呢個。日常生活上，患者記得要戒口喎，譬如係牛、羊、鵝、鴨、菇類、筍都要盡量避免。亦都要有充足嘅睡眠，減低壓力，以免肝火上升加重濕熱，先可以徹底消滅主婦手噶。人逐漸衰老係必然階段，透過運動、飲食可以逆轉衰老。近年興起生物年齡嘅概念，分析肌肉同脂肪比例，了解自己有冇健康危機，仲會跟進新型肺炎發展。疫情影響生活大半年，咁應該點樣應對抗疫疲勞呢？留意下一集《智慧男女》。